我都不知道你这个书是怎么读的。嗯，你自己看一下。四十除以五，你不知道用算术吗？四十除以五，五七三十五，一五得五，不是等于七十一吗？我们再验证一下，七十一乘以五，七十一乘以五，一五得五，五七三十五，啊，不是四十，不是对的。哎呦我的妈！你怎么知道错啊？